院长，院长为父有内鬼，工作全场，所有魂导师接受盘查。你怎么会有院长的红尘庇佑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院长为父有号专门开设教练切磋比赛，第一天就连胜18场，还毫发无伤。如果是他。 或许可以逼出霍雨浩的全部实力。切磋赛第32场，霍雨浩胜。 实力的人，原来是他。我的精神探测竟然感觉不到他身上的任何魂力波动。季绝尘，季绝尘，我叫霍雨浩，在你的权益中，我看到了我一直在追寻的东西，竟让我感受。 在他眼中，除剑之外，再无他物，是个剑痴。那柄剑是他的武魂，在他出生时却只是一块平平无奇的陨铁，是他亲手将其淬炼成如今这般锋锐，甚至能击败7级魂道师。霍雨浩会怎么应对？
达到了以魂入剑、人剑合一的境界，纯粹、凌厉，这是他的剑意。那我的呢？不是天宇阁的，不是冰体的，也不是医老的。我需要属于我自己的意。战斗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吗？这是谁赢了？是我输了。在这一战中，霍雨浩竟然顿悟了，将自己的意提升到了更高深的境界。真是个天赋惊人的怪物，可惜他不是日月帝国的人。切磋就到此为止吧。切磋赛第33场，霍雨浩胜。这么小气，不敢再比了，真是输不起。小师弟，这次比赛你真大显神威，咱们史莱克还有唐门要名震日月了，我看景红尘都要气炸了。他的如意算盘没得逞，谁在前面？娜娜，你找我什么事？
我元灵魂技所释放的那部分灵魂都被你禁锢住了，你还给我。在交流切磋中向我下杀手的人是你。霍雨浩，是我不对，你还我灵魂好不好？我不想被人控制。罢了，我确实封印了你的灵魂，我的武魂是精神属性的，你的魂技之中也掺杂了精神特性，被我所压制。你跟我来。我现在还给你，凝神放松。这些深藏在灵魂里的痛苦是你的经历吗？我的幽灵武魂遗传自母亲，她被圣灵教强行控制，杀死了我的父亲。母亲清醒后也在父亲尸体前自杀了。圣灵教是什么？是一个神秘恐怖的组织，在灵都有一个分部，核心成员被称为长老，能够操控甚至囚禁一个人的灵魂。囚禁灵魂？我父母死后，圣灵教抽取囚禁了他们的灵魂，并以此操控我。他们将我送到学院学习，等我毕业后正式加入他们。我就要毕业了，我好恨自己没有能力解救出父母的灵魂。这群人真邪门，也真该死。向学院求救呢？没用的，他们沆瀣一气。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圣灵教的长老走进了明德堂。小桃姐的失踪就是因为一个来历成谜、实力强大的邪魂师组织，莫非和圣灵教有关？你一定要尽快摆脱他们。有什么我们能帮你的吗？你们愿意帮我吗？这件事有必要深入调查。二师兄，我们换上日月学院的校服，先去明都分部探查一番。我给你们带路。霍雨浩，你们竟然还能模拟出影子。这是我的模拟魂技，能模拟出各种东西。但愿能瞒过大圣灵的眼睛。到了。圣灵教竟然藏在这么普通的房子里。你们藏好。圣地万圣无疆，圣女仙子永驻。
让圣灵降临人间。